人都问我为什么想要去参加巴西站，我觉得第一是一个机缘问题，因为当时他们到我们南岗社大的时候，来做推广，就是让我们大家去体验一下。那我正好知道这个消息，我就去体验了。然后我去体验的时候，那个来的那个老师不是我们现在的老师，当时是一个代课老师。他说："哎呦，哎，你这位女士，哎，还跳得蛮有样子的。"大概也是那么一句这个鼓励的话，让我觉得说，也许我也可以参加这个舞蹈。可是后来那2年我都很忙。那最近呢，就是，最近就是觉得说我想要让自己的身体更强壮一点，更或者我有多一点的运动，因为我做这个公民记者的时候，很多时候都是坐在电脑桌前面，而且我有一个坏习惯，也许这个也是一个好习惯，就我一坐下去我就爬不起来。人家说坐电脑最好是坐30分钟、40分钟就要起来，换一下，动一动。可是我常常一坐下去再起来的时候不知道什么时候了。那也许是这样让我觉得我需要运动。虽然我有去游泳，但是我游泳的时间很短，因为我通常都是在最后1秒钟冲过去。常常有时候只剩下10分钟了，他们说你来干嘛？说让我来洗澡吧。所以虽然是这样，我还是冲下去游个10分钟也够我游个200-300了。这样，那所以我觉得我虽然有游泳，但是我的时间不够，而且那些动作我都知道了，只不过说怎么样让它更有效率，而且我也没有去请教练。所以我觉得我没有什么机会更精进，那我就想说，是不是有其他的方法来让我的身体有一些运动，而且我需要有强度的运动，所以我就选择巴西站。那巴西站舞呢，让我跟年轻人一样，在地上做一些地板的动作或者是什么，那都需要力，都需要力，需要平衡。那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活动。那让我自己，我现在也觉得，虽然只学了一学期，但是我觉得我的各方面都觉得不错。你们上次来做那个摄影的时候，还有很多动作很笨拙，但是现在我们参加暑期班，有新的同学进来了，那我们老师又从头教起了。我发现我不是以前的我了，发现我现在动作，老师也说好，不错，我自己也觉得好像真的有一点什么，自己蛮高兴。你可以蹲下来吗？因为他的眼神会跟着你。还是你要不要坐过来？跟着他有什么？就感觉你好像在跟上面。跟上面的人讲话。你应该是看他的婷雨的镜头，而不是看你，他看对不对？婷雨的脸。看他的脸。其实我觉得我一直对着同一个镜头，好像很奇怪。对，觉得就习惯了。所以我就觉得想多看几看，多看几看。有我你多看几看。没看我了，因为观众办，因为有时候因为我们场地因为跟我三个镜头，所以他敢轮流看。可是因为到时候他不会，可能是以我这一机为主，对，所以到时候观众会觉得可能对奇怪对，的怪怪怎么会飘到。好像在对别人讲。对，就是可能还是 focus 在我身上。对。好，那我继续了哈。5、4、3、2，为什么你？
六次。为什么要花这么大力气照顾？就讲过了耶，小姐。啊？刚刚讲过了吗？刚讲过了。是。就说为什么要复健呢？拍手拍手，为了希望他穿衣服啊，他关节好一点啊。为什么要复健？那我一个礼拜到养护所几次都有讲吗？有。七次。这个刚我讲。刚刚在回答里面。刚刚是说。你没有问有，你没有问这个问题，但是他在回答里面有讲过，对，有讲过，嗯，对的。因为我是要问说，为什么这么常去，是有什么原因吗？啊，是因为对我想要问的是，那你可以讲你一个礼拜去几次，然后原因是什么？大家都哦，不是三个，你想知道我一个礼拜去几次？一个礼拜去七。为什么去七次呢？看一下，你可以说去七次去哪里，不然他不知道你这七次。一个礼拜去养护所几次？你问我一个礼拜去养护所，不好意思，要捡住地点。谢谢你。嗯。好，五四三。是老师出身的。看我。你问我一个礼拜去养护所几次？我是一个礼拜去七次。那为什么要去七次呢？觉得妈妈她在盼望着，她在等着。我记得其中有一次我去的比较晚了，妈妈就在那里丢，她不高兴。那我看到她像小孩子一样这样，很委屈的，用个那个被子这样遮着她的脸。我就知道他在等你，所以我觉得让妈妈等不好，我要去看他。那你到养护所大概会待多久的时间？然后大部分都是帮妈妈做什么事情？我去养护所，我去养护所要待多久的时间呢？就是，不太一定。比如说，我去，我以前去就是蛮长的时间。第一个，我去我妈妈去的第一个养护所，我就是一大早就去，然后晚上黄昏了我才回来。那后来。第二个养护所他们有一定的时间，九点多以后才可以进去，然后中间12点到2点半要休息，然后到8点以后又不能进去，所以他们进去的时间比较短。那基本上我就是照着他们的时间。那后来呢，现在我妈妈住在这边，那我现在有一点点调整。如果是我妈妈要做复健的话，就在按照复健，我必须在复健之前去见到她。还有两个问题就结束了。